我去，这是这要骂到了。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. 小宋同学。哎，做啥子？做饭了，我来切菜的。还没吃饭啊？啊。我也没吃，说来嘛，我请你吃饭。不来，我。哎呀，那城西那边有个好吃的东西，我想带你一起。算了，今天不想出门，我在屋头说，今天不进城，你自己耍嘛。那我不给名字，那挂了吧。嗯，拜拜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生活过得精致，但是一个人往往都是懒惰的，菜都不想弄，随便吃掉。老娘，看好子，地址给你拖得干干净的，桌子给你摆得干干净的哈，不要再说我懒喽。今天我出去当过一下，万一你们想回来就自己做饭哈。这个贼吹跑起来搞，这真的是，吃我火锅。嗯。是。啥子哦？吃都是烂屁，我懂不起哦。你跑起来咋子啊？早上那就问他事呢，啥事啊？鸡，你懂鸡个屁！你不讲他，你不说我咋想我懂不懂钱？你说智商跟我说智商，呸！你说情商跟我说情商差的不同，我两个都差不多。那我结婚了，哥，你快滚，不要影响我这儿吃栗子。嫂子没吃肉，吃两碗饭还饿得很。韩姐，咋的？又一场火锅，给你们一舅舅。我这些都是拿的，我快问你点事啊。我东西准备差不多了，还差一样重的东西买啥子？那你准备的呀？那些东西我都买起了，准备好了，你看。还差一样在套兜里噻。知道吗？套兜做的嘛。买啥材质的好噻？黄金的啊。黄金太俗了，你选嘛，不一定。你我说的不一定他喜欢。女孩子你要推荐了，你都不推荐我给。我没见到过，你没在我面前先。还给我给你补上去，这次这要马上到了。走，要买点酒酒要扣不？我弄一扣不？哎，弄一个啥子？好嘛，就在屋头等酒酒哈，酒酒你买糖，拜拜。走了。你去哪儿去？金城山。走噻，帮我带一路噻。我你跟他有道子哦，我去耍呀嘛，我也窝得好难耍，走嘛。我买东西不行了，今天我认真的有正事。就不是在不在嘛？不在啊，不在，我跟他一起不咋子在。我有正事，我去买东西。哎，那天你说你有舅母子，我跟他讲你来，今天没舅母子，你又不让我去。我去买东西等啊，你不跟你家头买一份了，到时候你兜兜兜要喊车过交警了。那我不去，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嘛走嘛，走不去啊，走啊。不走啊，来耍哦。经过这段时间跟校长的相处与了解，我觉得问题不大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该我表示表示的时候了，还是把需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准备起，反正日子也差不多了。已经到了这个镇上，不是城头了。来到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去买东西的，但是我突然觉得好紧张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了几家店，但是我也不晓得哪家店的那个款式好看的，到时候买了之后他会不会喜欢，还是突然有点紧张了。毕竟是第一次买这种正式的礼物，管他先看一下再说，到时候不好看的话希望他不要介意吧。东西一买一回了，有句话说得好，喜欢一个人就要给他最好的，但是我觉得要适当的考虑经济情况。那我觉得在我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给他最好的，小小的买两个礼物不算贵重，但是这是我一片心意，我希望他能喜欢，我觉得他会喜欢。对，错了，应该是他一定会喜欢。好，东西买完正式办完，我们该回家回家了，拜拜。